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情景》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姓宗亲，当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当下无缘诸世英灵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这节继续过来讲。佛说大阿弥陀经，因为咱这经啊，对开始讲，咱已经七十多点钟了。讲这久来呢，关键呢，大阿弥陀经是安来讲这久呢？等咱人死了后，到底要去倒去？人伫世间呢，辛辛苦苦呢，落一世人，死了后呢？咱一个灵魂啊，要未安，伫世间呢，曲曲总，颠颠倒倒，念么惊，念么惊失，惊无，惊怕唔见呢。但是，一旦死了后呢，代志是毋是要解决的无？并无解决。所以，咱每个人啊，离开世间啊，咱的身体啊，嘛。去啦，歹去以后呢，要伫倒去呢？待伫涂骹，躺伫食，用火烧去，火化去，海啊，当唔知听哦，当咧臭回答。那么究竟咱人？百岁年老以后呢，要伫倒去，所计较的是啥呢？所以这是咱人生整个的课题啊。所以啊，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啊，咱爱的，较接听一个法师甲咱开示，听佛法，佛甲咱开示的咯。咱要对对去，对对转，才是咱的领导。所以啊，咱今日呢，这节呢，佫继续来讲《佛说大阿弥陀经》，大慧波提分的，四十七，佛眼啊，佛眼咧开始，佛眼。十方无量寿，世界诸天人民啊，比丘精、比丘尼，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往生阿弥陀佛，擦掌，观众大会以七宝池中，人人各坐一大莲华之上啊。注定前世所持境界，所做善法，所将来生本末，其所好经法及所得浅深，以智慧多观，将上处下转上眼之啊，
既然入不易座诸仙啊，不明经理，以此对应对诸人出别，其心忏悔，悔呀无及啊！但慷慨发愤莫及定义啊！我那到西方叫做世界时啊，嘛会参加大大会，会参加大会。哈，我忽然啊，十方无量寿世界，无量寿世界啦，诸天人民啊，诸天的人啊，哈，比丘精出家精，比丘尼出家尼。有菩萨，有无疑啊，就是讲在家修行诶，哈，在家修行诶，男女，哈，那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时啊，各位恁念佛，哈，佛来作比咧，甲你引导你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去，诶人啊，哈，群众大会，呀，大家这群众的大会。拢个七宝池啊！啊，伫莲花之中，人人各坐一大莲花上，每个人各国拢坐一个大莲花一面顶。哈、啊，注定真实，哈、啊，所持境界，各国报告，将恁伫真实所伫世间所持的一经，是安尼会到西方叫世界来。是安那修行诶，哈，是安那持这个戒律，哈，是安那戒毒这个贪，戒毒这个亲，戒毒这痴咧无地位。所做诶善法是大众诶善法，是金钱布施诶善法，或者恁帮忙朋友弟兄诶善法，或者恁讲经说法。将佛所讲的法啊，开示给有缘的人，所有有缘的人啊，给因呢，哈，有缘的人啊，给因会当了解这个法，哈，所将，哈，所将来生本末啦，本末就是讲，恁所有的来对对来对对去，甲未来生，其所好有经法啊，其所。家己介意的经，甲只法啊，及所得的深浅啊，及所得的这个经甲妙法的深甲浅啊，智慧多甲少啦。好，对面顶一对转对一下子的轮转来啊，对头到尾呢，讲予人知，说予他人知啊。既然若不一做诸仙啊，若是这个人啊。无做诸仙啊，那无做一个真正伫世间啊，无做各种的善事的时啊，好不明经理，唔捌经的理的时，妙法的理的时啊，以此应对诸人出灭啊。伫这个时阵啊，你就知影好骨卡好说出来啊，就知影好闹会啊。好，其心参忏悔啊，咱的心，好，咱的心全在忏悔，咱伫世间啊。哈，无修行，唔修行，无念佛，哈，无做各种的善事，干那嘴讲，哈，嘴讲，哈，无去做，讲到满天的道理啊，一项都无在做，哈，那这种的人的心啊，一直起忏悔，一到这时阵啊，忏悔嘛。顶个参加联考就对啦。平常时啊，咱若唔认真读书，哈、啊，联考的时啊，多啊济咧咧。各国爱将恁一只啊所读个爱个写出来，啊，但是诶，咱都未晓写。迄个时阵啊，忏悔嘛无路用啊。咱伫世间嘛是同款，有一天爱离开世间，咱嘛爱
对西方叫做世界净土去。若是咱伫世间啊，善事无够，哈，无明经理，无明啊，唔捌这个实践，哈，不要做实践，不要持十戒，也是啊。咱家属咧，一旦念佛对西方叫做世界入去的时啊，有一天啊，买新妇嘛会见大家大官就对，嘛是坐伫莲台面顶啊，咱嘛是爱甲对答就对。爱甲人讲啊，我伫世间啊，落来世间所修持的法，伫世间啊所修行的经，是依据哪一个经？哈，依据哪一个法呢？才有法度对西方叫做世界来。那么各位啊，你们西方叫做世界去，你们修什么经呢？只有阿弥陀经，佛说阿弥陀经。你叫我对对西方叫做世界去，念佛以外呢，啊明这阿弥陀佛、阿弥陀经的经理，好了解佛说大阿弥陀经的经理，好佛甲咱开始大阿弥陀经，好佛说大阿弥陀经的经理啊，经的理啊，好甲这个。内底安怎行安怎做呢？而且呢，运用伫应用伫生活上，哈。所以各位伫世间呐，咱若要伫西方叫做世界去，上阿弥陀经，读阿弥陀经，要庄严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安怎庄严法呢？带阿弥陀经帮忙咱庄严。在座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哈，各位莲座上听经闻法，莲座上啊，有缘无缘，或者无缘就是因缘等等，恁心灵之中啊，恁爱了解心灵的世界本来面目，就在西方叫做世界，恁爱了解，哈，西方叫做世界。是遐个庄严，所有一切拢是七宝所造成，金、银、琉璃、玛瑙、酸芦、青鱼等等啊，哈，来所造成，哈，所以咱爱了解这个理啊，哈，依此应对啊，哈，应对自然区别啊，咱若了解这个理的时啊，咱就自然啊，哎呀。逼咱会够精进，逼咱够精进，哈，积心忏悔啊，悔也无叫。咱啊，一家事啊，咱无精进的时啊，咱会忏悔嘛是无路用得着。但慷慨发心莫急定义啊，咱但是迄个时阵啊，咱爱重新努力打拼，好，搁伫西方叫做世界继续搁努力，安尼嘛发得入去就得着。总是已经到迄个所在啊，好，咱啊总是都有一个因缘啊，好，会当个精进，因为伫好的环境之下咧，大家较会精进。咱伫世间咧读书同款，若是这个学校，大家拢真正努力，大家啊拢一个风气真好，安尼是啊，囡仔起啊自然袂变歹。囡仔自然会努力，那么咱社会嘛同款，社会呢，咱来甲进入这个所在啊，好，入这个所在呢，经过这个所在团体，大家拢是真正文雅，真正有人格，也是啊，相信的，其他人就变歹，一个人忙啊，歹无路就对。啊，若是啊，内底有几个歹的，你去一定会叫拖歹，拖歹的机会真多。所以咱即摆就要私立学校啊，好，迄哦，还生意好个，足侪人爱读个，是安那？私立学校管严，啊，老爸老母呢，把囡仔送去读，教五要给老师拍，教五要送囝给老师教。那么在公立的高中、高中啊，
老师为了囡仔，囡仔歹，甲蒙者尔，系啊，老爸带人要拍老师，天地颠倒变。所以这种人真可怜，咱家己无怎教，互老师教，互社会教，互国家教，咱来感激，啊感谢。咱有个人伫世间，如果好有人拍我，老师拍我囡仔，你个算数，我跟你讲，这有一天，你个囝会甲你抬，你个囝对你不好的时啊。迄当时你就知啊，天理因果循环。所以啊，咱伫世间啊，短短几十年，人有因缘，囝伫世间啊，过来，咱无在了教的是无时间了教，无地位了教，送互国家教，送互别人安教，互老师教，你爱去甲哭三个头才对呢。你去甲拍老师，拍学校，我感觉这不是真正智慧，这种就是恶魔之心，哈、啊、魔心现前，不明事理，这种死了嘞，一定落十八地狱，要注意。若是不敬的忏悔者，死了一定落地狱，因为天理的存在啊，天理存在嘞。想法分明啊，吼、哦！所以各位啊，咱爱了解。所以咱伫世间啊，天理难分明。你知道中国这流传，吼、哦，有一句话，吼、哦，我阴阳是我最中心，吼、哦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吼、哦，若有真心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阴阳日月，啊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一出天下定太平，好阴阳日月最中心，世间啊本来就日头月亮，本来就相动相久的就对。可惜天理难分明啊！可惜啊，咱世间现在天理难分明，神。国家栽培老师，辛辛苦苦教咱的囡仔，好啊，为了囡仔好，蒙着哩，好，那么是大人诶，招人去拍老师，顾学校，顾老师，天理难分明啊！若有遵循国国主啊，良心，归国主就是良心就对，咱的归国神师王禅老大，人家称呼归国主。迄就是咱的良心、智慧者、智性，若有真性归国主啊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若有各位若有提出良心出来时啊，天下一定会太平。好，所以各位啊，咱来世间爱囝，人人爱，但是囝敢真正你的？嘿嘿，无一定，不正道啦。好，所以啊，咱若要用相信讲，囝是咱的，你爱好好啊教导伊。若要着教导伊，咱互政府教导、社会教育咱，爱感恩、感谢、
知恩、感恩、报恩啊，无应该讲来报仇。哈、哦，这因为我做过老师过，哈、哦，嘿嘞，有一届啦，一个囡仔真歹，啊，囡仔真歹嘞，我见实习，我加测量，啊去实习嘞，那过这样远嘞，一支歌啊，测量歌呀，啊笑叫嘞，老师，遐我来去，我来看。一定就酸酸酸酸入过只耳，一时也唔出来。啊笑了，就甲绑起过只头。我叫叫袂叮当。啊出来呢，我咧创啥？无啦，老师，我要紧啦。好，我伫遐伫遐哭一哭一时啊。啊，你随便去看，过只啊嘴要乌。好，啊我也有一工呢，我也无甲讲伊。哦，有一工呢，我就。又过一遍啊，佫歹是白白我辛苦就摕十块，你去阿买白啦，伊弄去白啦远啊，阿买白啦，好好中华语囡仔老师，我来买白啦，白啦买啊，你拢阿食落，佮拢阿食落，老师我食袂落啦，吼、哦，迄阵钱大个啊，好、哦、我一个月薪水咧2000多块，吼、哦，啊安尼白啦十块足济个。啊！规个老师啊，我唔敢啦，我唔敢，我后摆唔敢。啊，就安尼过来，唔啊敢，唔啊过尾头班规矩。啊，有一个嘛是热，今日拄到过这样远，嘛入去头班。好啊，你热啊，我加破路啊，头尾讲一个，等下甲老爸讲。好，因老爸就来啊了。讲你先拍完镜，我先来秒拍恁镜。我讲无代无代无事，你先阿讲。啊，你讲看馒头果子啊，这只无教阿伯看牛看牛，阿伯卖大厝，阿伯卖国家，你知影无？老爸听到讲，因囝头班果子尔，吼，迄个性格就对因囝吹灭直直吼，拍因囝，你这不孝囝，你这我提钱给你这来读册读书咧。好，出来你咧，甲推开人来，你偷摕物件，偷完果子，咱祖公仔的祖地拢互你母就了了去啊！是大人老母伫哭，所以啊，这名利甲无名利，到尾啊，真紧啊，唔捌过歹习惯。那么有诶咧，就即摆世事乱啊，乱世，哈，天理难分明。好，人替你教囝。要找人算账，所以这种的人啊，在世间啊，上苦、上痛苦，因为刷咧，开始囝会不好来啊，刷咧，你一世人，你要痛苦的到位，这是天理。所以各位啊，是无成知识，咱大家爱名利，爱知音，爱知国家的音，知影社会的音。知影老师甲恁教导因，爱感恩，咱爱感谢，爱报恩的，而且呢，咱读书成功以后呢，爱好好啊，佮服务社会。好，所以即阵啊，好，咱大会保持分啊，甲咱开始，我咱伫世间爱努力，爱拍拼。好，若是即个努力无够，假使有一天。好，我都达成咱愿望，咱过来搬嘞，搁爬起来，免惊。人生拢是对搬嘞中间大汉的，若无搬嘞，永远袂大汉。拢搬嘞中间训练咱的信心，搬嘞以后嘞，予咱生命无限的下这个希望。所以咱每一行伫世间对搬嘞中间呢。爱去感谢边啊，所有互你搬来遮的亲朋好友，然后自己反省，家己打拼，吼，家己忏悔心，打拼，相信各位啊，咱成功的人生啊，一定有法度达到咱的愿望。咱过来要讲世人世间人极苦分第48。世人极苦，世间的人极爱
是足可怜的就对啦，啊嘛是足痛苦的就对啦。忽然，吼、世人以其恶极苦之中啊，轻信应无以助，以助急者，无贵贱贫富，无少少长男女，皆由财物累念积累啦，为心遭受，无时安息。日又残又残，又提又提，无处发露处，啊！有牛马肉畜，路边衣服杂物啊，色香油脂啊，拢烦恼得着。尊贵豪富啊，既有俗烦啊，应结一心，不能自息。日贫穷下劣，上苦困乏，无残也忧，欲有其残啊！无体也忧，欲有其体。无牛马肉畜，路边奴才啊，衣穿杂物，无本有志啊！欲其皆有，色有一物，复发一物。色有是书啊，哈，佛法是书，勤苦日处，修习无时啊，不达以道德，灭灭以真怒，贪恨以慧色，这书不得多啊，这书不得多，当入苦处，当入苦恶处，辗转其中。虽所轻一劫，无有出奇啊！无有出奇，痛不可言，极可哀悯，禁忌逆定，世间之事啊，即善哈得其善者，勤而行之，爱欲荣华不可相报啊，该当别离啊，无可乐者。生活在世，当勤精进，愿生极乐。这篇啊，佛教人讲得足清楚。咱世间每一天所种的是啥，所计较的是啥？啊，亚历山大和欧洲啊，嘿，亚历山大，迄、那个国王啊，一死的时啊，叫人观察，甲弄两空，挖两空，两只手伸出去，叫人特别交代。人讲国王，国王啊，啊大帝啊，好，这啥意思？伊讲我虽然遮是江山呐、啊，遮是财宝，我死了后无一项大的，嘛无甲恁大的，我嘛带袂去。一个国王就安尼。当时咱的佛啊，释迦牟尼佛虽然是王子。但是出声出去看是啊，生生死死，念么生，念么死，光出，念么小气，念么破病，无他食，枵死的遐尼济，到底人事计较是啥？在我七十一年破病真严重的时，观世菩萨开始讲，你到底是枵什么好计较？要看袂开。我讲无啥物看袂开啦，事业也袂伫大路，囝细汉，某少年，啊，老爸老母要得咧死了后咧，老爸老母讲过头，这就大不好。但是啊，一旦病到，嘛是爱死就爱死啊，爱走就爱走，说计较啥呢？迄阵啊，观世菩萨啊。伊讲你只计较嘛是爱死，无计较嘛死，并唔是讲你计较就免死。
那你把它放下，你来把它放下。哎呦，够力哦！我放落去，我今都未使放下，要放下，将所有烦恼放下，一心念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若要活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；你若唔活，你就继续照你安尼去计较、斤斤计较、世间事啊，斤斤计较。好，一天呢，伊问我你身体、身体食的，我的，哪有可能你的？那你的哪会破病？还够你哦，一天我好好我去收着你哦。那我的，我哪会破病？那我的，我都发多奖啊！我都管你家己嘛破病嘛艰苦啊！买个水，买个大裤，买个肥，买个衫，我都发多啊！可见这不是我的哦，照样的了。吼、哦，迄阵我足感谢，我头壳狂热，足大热，狂热！我安，我认真念佛，所以我念三个话阿弥陀佛，我念好去啊！一条命救起来，足感谢观世音菩萨开始。所以我跟你开始啊，世间人。伊这个那是搬戏中间啦，恶啦，极啦，吼、哦，极苦，极恶，极苦之中啊，伫非常困苦之中啊。逐天呢，吼、哦，真正拼是应付啊，家己赚，家己食，拼一顿饭来食。那安尼也袂歹，拼一顿来食也袂歹哦。我拼拼都无他食，那就。江主啊，运动时咧衰尾多人的事啊！啊，衰到安尼七十岁，要去共搬落街仔路算命，算算的呢。人互伊银两，佫用枪，佫用插头的。啊，迄顿算命食，迄顿算命食，都佫去算命。你看，苦到这个情形，江主啊呢？伊讲啊，急数啊，急数啊！吼、哦，我无他食，要是无他食，急数啊！世间就是安尼。那自己干，后尾误误事诶，所以才叫啥呢？那时候最近我讲的是，这一个一礼拜我开一间班，开四班，先复习本事啊，234个学员，哈啊，大拜二诶，大欢喜220外个学员，好拜四诶，咱后日咱分析三波四诶，390个学员，好。啊，这个台北五股工业区诶，管理中心诶，工程遐咧，435个，道道清通个，啊，就哦，都啊无哦，无哦，拍车恁哦，啊，要紧紧诶，到位食食便当，暗嘛食便当，啊，那是我当食就要创啥呢？嗯，好，我咧今日食，母甲安尼是嘛，两粒便当，一粒50块，啊，一工100块解决掉，再是25块的胖甲牛奶啊，一人解决掉呀。每一工啊，无得落是啥？好，啊，无贵贱贫富。好，咱呐，伫世间呐，有只贵啦、贱啦，都啊好野善，种种的吼。有哎，你后头有官无官，才咧拍车咧。好，无少年咧，无老岁仔男女，无论少年老岁仔男女啦，拢咧烦恼钱啦，拢大家咧烦恼钱啊钱啊。我即马嘛咧烦恼钱。好，因为啦，咱已经大学要成立，爱足侪经费嘛咧烦恼钱。想想，哎，我咧无只，咧无带，但是掉地。到尾我想，哈，我都因为我都搁活起啊，我因为搁活起，佛祖甲我救起啊，王禅老祖也救起呢。我本着个心，知因、感因、报因，我要先报因。所以啊，我有食无食咧，我到尾要求讲，会当食地，免散，啊有体力，安尼上好尔，食水。所以几年前啊，我向我的，我甲王禅老祖、甲阿弥陀佛、诸菩萨，我要求四个条件，我卡安尼做拢无要紧，会食、会做、做死，无病好死。我要求安尼尔，无要求这個，
我无要求财产，我有较侪财产我带。金仔较侪，我挂着歹势，然后就信徒咧送金仔花，哦，手指后说，哦，十万卡了，挂起人我笑诶，我结烦恼诶，我爱摕金花，一个月咧500块咧去用保管，啊，去伊厝咧，若查到偷摕，我有烦恼，你看这烦恼啊，所以我负责要求，我会食会做做事，莫变好事，这是我人生诶铁律，各位。那是听到这个特例啊，不妨恁照安尼是安尼去做，会予大家非常的欢喜啊！好，所以咱爱一个人，时时爱讲会食会做，做事唔通白死，这四个原则，咱的座右铭。所以咱伫世间啊，为了官，为了官，把人诱来，啊，才去做，做甲艰苦一挂。有诶，为着啊爱钱骗人怪人，共赌，吼，也是或者甲人各种方法咧，甲人诈欺，有啥简单呢？租公啊，定互你算了了去啊，讲你若偌有效，好笑诶，吼、哦，所以无咱少年老诶啊，吼、哦，拢是烦恼财物啊，累积累念积累啊，拢一直烦恼。好，为心造作糟糕。好，咱做咱的这个做糟糕，为这心的做糟糕，无是安息，唔捌过安过。好，所以哪有残都烦恼残，哪两苦了烦恼欠一苦。啊，像我这样烦恼嘛是安尼，像其他国家的，江南、台湾、宝坚山。永远欠一间，我这又搁欠一间，欠一间，这叫做大礼堂，大礼堂有啊，即马在起，在起啊，吼，安装400平呢，容纳2000多人诶，伊都啊坐禅有啊，我欠一两三呢，吼，我又搁欠，反正欠一啥，禅房无够，啊，禅房呢，就哎呦，卡济个禅房呢，啊，禅房老够呢，欠破底无存钱。啊，去甲银行借，好甲银行借钱，烦恼每个月20多万的利息在拿，唔知要对对来，所以嘛是的，好只钱啊啥，你做糟糕，有钱嘛烦恼钱，永远欠一间厝，厝嘛烦恼厝，有牛马无路财，啊查某囝。嘛咧烦恼啥咧？即摆人穿丝啊，哎呦，袂比哩！我伫穿毛毛尔，那穿丝啊，带遐比袂煞。哎呦，人挂落咧，挂落咧，一只100万，啊，出去惊去往倒去。吼吼，咱人世间拢甲找麻烦来。好，所以十物，大项都欠都对啦，大家都咧烦恼。所以咱人啊，我今日才甲地主，好孙翠英。甲王国兴讲，过去咱为着制作这个节目啊，吼，这教学落个大，啊，这为着这个未讲话啊，啊，会讲话的人啊，或者未讲话，带着为影用 copy 啦，吼，这安尼弄个拍卖感情，足无价值嘞。咱人活的呢，钱死的呢，活人和死钱创的，啊，咱物件变做哦，一个什么泉州。活人迄个死物件创伫去，足无价值嘞，确实无价值。吼，咱有诶，哦，我厝边甲几下，哎呦，拄啊切，足惊切诶，叫呛一下去啊！哦，未食未困诶，阿阿某起冤家，活人迄个死物件创伫去，真无价值，足无智慧诶。所以呐，有一个空，一个空地主啊，特别提老师，我送宝诶物件，我你卖提来。你提来，你是你家家五亿尔。你五亿话，你何啊爱去保管，何啊去烦恼，弄害对你死嘞，你唔通提来。
孙人，咱会记哩，咱人来世间是如何要对西方极乐世界入去，唔是我来摸这个物件摸条条，唔是安尼。咱因为就想要摸条条，所以人会贪、会烧炸、烧欺诈、烧骗、烧伤害。好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爱了解。物件世间任何一件都不是咱的，包括身体都不是咱的，照用的尔。死了后呢，啥拢无去啊？计较啥？大一个未安的心嘛，哈，拢烦恼就对啦。准啊，未来你有做大官、做总统、做皇帝，做好爷的，所有的财产世界第一嘞。后即话的欧拉西斯啊，死了后啊，财产啊，遐惊伊说咱拍官司，即摆真济嘞，台湾真济富人钱留互囝、孙嘞，开始去收购。咱若卖留遐侪财产嘞，惊伊说咱袂拍歹感情，为着即个袂讲话的物件嘞，互会讲话拍歹感情，辛辛苦苦养只大汉嘞拍歹感情。那么咱人啊，真济可怜的人。为了袂讲话的财产呐，动干戈也都起小台，结果说得了啥？无得着，得一个不安的心、苦恼的心尔，所以足可怜就对啦。所以咱呐，那有啥烦恼啥，有啥就欠啥，每日呢，咱整个生命都叫白去啊，是真可怜，我嘛是真可怜。好，确实蛮辛苦的，要有世间事百去，那么该如何呢？这是咱人生的课题。好，所以咱每一天啊，无法多适应啊，所以苦啦，那是善啦，吼，都互看袂起。啊，好嘅人看善看袂起，上可怜就好嘅人看善看袂起，好嘅人看善的人看袂起，好嘅人上可怜，100%可怜。因为你看到伊咧，你感觉那只善，那只安那，教我袂比你。你外人咧，你和善甲好业，善甲好业是无性命咧。善好业无性命，那善甲好命咧，好业咧，你和这性命去和这物件咧绑掉，足戆的咧，无智慧咧。哦，故意冷静想看嘛咧。咱唔好看人善，看人无钱，安尼人上可怜。哈，咱因为或者苦甲咧白掉咧，无钱嘛烦恼，有钱嘛烦恼，有厝嘛烦恼，有钱嘛烦恼，烦恼钱赔；无牛嘛烦恼，无前生嘛无烦恼，嘛烦恼；无路财嘛烦恼。哈，啊无这个衫裤无洗啊，老婆生嘛烦恼。哦，人哦，你冷静想看嘛那嘞，大家都烦恼，所以大家啊，拢希望我达项我拢袂有。那我挂只只只表啊，哦，我贵松松，结果嘞一个月经过5分钟，啊，电子表嘞一粒诶500块只350块嘞一年。减一分啊，半分，啊，结果这贵个表嘞吼，啊，拍唔见去，无彩，啊，要挂嘞，当当当，我个时间是，当5:24，当唔知5:24啊，5:10，带遐嘞，颠颠倒倒，这嘛烦恼，所以世间每一件代志，拢得有咱烦恼个，哈，拢是予咱，拢是伫予咱。去烦恼颠颠倒倒的物件，各位啊，爱注意。人来世间，求一个心安。物件写的你一定快乐。所以啊，我有一挂信徒弟子，老师，你生活时都去安尼啊？你哪着搁去三宝寺大欢喜？啊，去到欠钱，你借钱，空空装安尼弱钱，啊，也无啥收入。遐艰苦要创啥？你安尼遐艰苦要创？嘿，我欢喜，因为咧，
有机会有一个道场咧，从佛所开示的妙法啦，会当甲各位讲，互人来伫世间这个烦恼咧，会当去除去。有一个所在，那减一个人烦恼，我就欢喜啊！好，减十个有烦恼心的，我就更欢喜。咱就上快乐安尼，咱看人烦恼，咱嘛烦恼；看人欢喜，咱嘛欢喜欢喜。所以人伫世间呐、啊，真诶食无偌济，免想计较，计较是只有互家己带来烦恼安尼尔。好，所以各位啊，咱大家来世间。爱了解啥是属于咱的，佛啊，观世音菩萨甲你开示，讲你世间的名、世间的利、世间的财产，所有世间的金银财宝，无法度陪伴你生生世世，无法度陪伴你。那么啥会当陪伴你呢？只有佛有法度陪伴咱尔。所以佛，我都陪伴咱生生世世。那么其他无可能陪伴咱生生世世。好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开始这点啊，我感觉真正有意义。所以咱一项欠一项啊，一项爱过一项啊，一件代志来过来，好休息要休啦，拢无法多休困就对啦。好，不但伊多得啊。灭灭一千路，咱有个人啊，做代志啊，违背着这道德，该得就得，不该得的咱无得。好，咱违背这原则啊，灭去啊，咬生气，得无着就咬生气，得无着就讲某个人歹。好，恨怨怨讲啊，我物件摕无着，即我来买物件才歹。我提物件加加歹，你会选得就较好，是安怎？人的缺点啊，对你食土豆你就感觉，土豆桌顶，你看大粒的生硬，人的习惯大粒的生硬，好，所以咱人啊，会贪心一晦涩，哈，坐事不得多啊，咱啊坐啦未安啦，咱哪可能得多呢？好，当入苦恶处啊，当入苦恶处啊，当咱呢，入这个苦的境界的时啊，咱的心啊，入伫苦的境界的时啊，时时拢是苦的代志啊，来甲咱困扰。那么苦对对来呢？两个魔来，第一个魔呢，目睭的魔，耳的魔，所以。魔啊，魔鬼、魔神啊，魔鬼啦，对咱身躯边对甲条条条，对咱目睭，咱的目睭就魔，咱的耳都是魔。看无介意的，不得跳起来啊！听无介意的，垂甚少，未食未困，迄不是魔咩啥？所以咱就信道来啊，目睭一天，目睭无看，我恭喜哦，你减一项修行，减一项善修，看未到就算了。啊！若阿公啊，若耳仔无听的，我讲啊，好听歹，歹听倒啊。因为歹若听了是啊，咱就生气了，大，互咱去烦恼的，迄阵魔。好，所以咱魔伫倒位呢？咱的五官，目睭嘛是魔，耳仔嘛是魔，嘴子嘛魔，鼻嘛是魔，耳骨望啊，这感触这嘛魔，心嘛是魔。所以人讲问魔，魔伫倒位？咱身躯面顶。都是四个魔，迄都是陷阱。伫互咱，互咱时时伫要对咧，互咱点落。啊，往往咧足侪魔镜啊，伊就现前伫目前，互咱看，互咱去烦恼心，互咱去烦恼心。迄就魔镜现前，各位爱注意。好，伫世间有会过就好啊。当你会过，你会足快乐个。所以佛教咧讲啊，世间上好起来的人是啥呢？
心安的人上好呀，心安的人上好呀。好，心不安者，有足侪钱、足侪财产，达水嘛唔是好呀，迄都变散来咯。好，转电转其中啊，水数千亿劫啊，无有出奇啊。虽然一直轮回轮回，那几啊千亿万劫，无出头天的一时啊。好，痛不可言呐，这个艰苦啦，是个无在条讲的，讲未我都讲，确确实实讲的那种经验。咱伫世间，物件防抢未起的一项物件俩。防抢袂起咧，烦恼人抢袂起，烦恼，烦恼干呢哦，你敢抢？我希望你个烦恼敢抢，抢袂起，袂起就袂起。世间所以烦恼人抢袂起呢，其他拢人抢袂起。好，所以佛陀刚开始啊，世间只有苦，家己得，乐嘛家己得，但是乐会往抢起。想让抢去，因为咱落的时啊，你因为咱要目睭耳眼五官的，要会看到无欢喜的代志的，苦的代志的，伊阁甲你落二类，所以永远苦的较济啊，乐的较少，所以这叫做苦海，苦海啊，世间叫做苦海，就是安尼，或者抱应啊，咱是世间啊，每一件啊，欢迎欢迎，无欢喜的抱应啊。一直来，一直来，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听到过来，看到过来，感觉过来，那所以一定抱应，一直抱应起来，好多苦海，苦海就是原理就先来。所以人问我，啥都苦海，无人苦海，土坑人苦海，啊，今日知苦海是安那苦海对对来，对目睭看的，对耳所听到、所感觉的、所闻到的、所摸到的、所想到的爱。迄、那个拢是苦海，好，迄、那个拢是苦海，好，所以咱呐、啊，伫世间呐、啊，就好多人来讲，痛不可言呐、啊，极苦哀悯呐、啊，禁忌念顶，佛啊，甲咱开示，我咱大家顶世间的事，世间事，世间的事啊，积极善者而勤行，叫咱大家对善事去做，因为只有善事，互咱心里安，好。爱欲荣华不可相忘，咱爱的物件，人甲人间中间呢，爱无永远所得的着，无永远所过会条的。较好袂离，嘛是有一天会离开会死。好，较爱的物件，有一天嘛爱淡掉的，包括咱的国土嘛爱淡掉的，包括名利嘛爱淡掉的。好，该当别离啊，无可乐者啊，根本都不是快乐的代志。好。所以幸福在世啊，各位趁这趁这现在佛法伫世间，佛法伫世间伫行行的时啊，咱大家勤精进，爱大家较勤精进念佛精进，发愿要往生，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愿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安尼来咧，咱快乐的后步伫咱的。脚踏的所在，净土在咱脚踏的所在，极乐世界在咱脚踏的所在，无伫真远，嘛无伫天边海角，在咱脚踏的所在。所以佛啊，甲咱开示，今日呢顶啊，今日甲大家讲，世间的事啊，咱对善的去做，努力去做，吼，咱嘛是干呐要爱，要希望荣华富贵啊。无可能永远属于咱哩，哈！该当别离啊，有一天会离开，迄阵就无他好快乐咯，哈！只有趁在现在佛在世、佛法在世啊，的时啊，咱要精进，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要往生一个妙法，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时时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。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世界。安尼呢，有一天咱命中几十年以后呢，咱我都自自在在去西方极乐世界入去，迄只是咱当的所在。哈，今日啊，咱甲这阿弥陀经呢，讲到这一段落，哈。
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